然敢逃跑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你不要那么嚣张，赶紧把我们办了。法治社会啊，在我们的地盘，你跟我讲法治社会，你脑子秀导的还是脑子装大便的啊？哎呀，有你两个个个的跑了，我那个搭档呢？不跑，留着在这里过年嘛。你那个搭档啊，被我们打晕了。打晕了？对呀、啊，逃了，跑，还打过我的人。今天一个两个，别想跑，别想跑！要不是你拿东西把我跟我朋友喷晕了，你有那么容易抓到我们？一个像矮冬瓜，一个像电线杆啊！居然敢说打得过我，你是找死是吧？确实，我们二打一，我看你是找死吧？哈、啊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，还说我是矮子。哎呀，这个等一下你就打不过，我跟你说，一个两个还昂首挺胸，还嚣张是不是？老师打遍天下无敌手，还怕你两个婆娘不成？识相了你就乖乖的去投案自首，说不定还能减轻你们的罪行。呸！等一下我们就打了你满地找牙。一个两个，凭你们两个要我投案自首，老师今天就放话了啊！老子抓那么多人，卖那么多人，这投案自首也是一条死路。老子先把你们两个卖了，然后以绝后患。是吗？对。看你今天能不能抓得到我，就有没有这本事。你是嚣张，先打你！哟。